我啱先醒起，我冇得食药噶。咁如果我 set 个条件系俾人打死就会死，咁我咪好危险，好容易死。冇错，上集嘅最后咧就提及过呢一个问题，所以今集决定咧要改规则。虽然冇精灵中心可以回血啊，但应该会有其他嘅回血手段。接下来咧就睇下咧呢个剧情点样发展落去啦。黑曜石，喂，咩嚟噶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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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个我要上去噶，呢个咩嚟噶？嗰嚿我第一次见，系咪有神兽出嚟啊？呢度哦，究竟移动系嘛？呢个喂，等先，我未够材料，等等，掘紧掘紧，系嘛？系咪出嚟啦？佢要我见到啲白光喎、啊，佢。应该是究极二兽嚟喎，呢个系嘛？咩鬼嘢嚟嘅呢个？啊？你抌精灵球过去噶嘛？应该呢个系咩音波嚟啊？系佢麦级原本嘅音波嚟嘅，消失咗咯，但系咁奇怪嗰、啊那个呢、這个系对于我嚟讲算系新嘢嚟嘅。诶、欸，有精灵，有精灵，有精灵。大家见到呢度，哎有啦有啦，嗱见到啦，我见到地图有个白点，李鱼王真系喺啲水度出嚟嘅，咁啱晒啦，李鱼王，第二个就系你啦，对战，喂佢会推咗落街噶，喂好惊、啊，边个？应该唔会系嘛 ？OK OK， 效果非常显著，啱啦，跳起李鱼王用，搞掂，有山鱼攞走，哇好危险呢、這个位，嗰啲系封住先有。劲惊！头先我企喺度嘅时候，睇下先，封一封啦呢度。好，可能就系咁样不断咧打呢鱼王胜利啊，咁就唔使惊只精灵会死啦。诶、欸，咁我谂到啦，我可以咧整一个水池系专货水系精灵嘅。咁样嘅话，应该好多鲤鱼王会出晒喺嗰个池度。OK 喎，咁不如扩大呢个位啦，不如，嗯，或者起一个专属水系嘅，即系水系嘅生态嘅一个区域俾佢哋都好。哇，咩利羊啊，几得意个咩利羊，圆咕碌个咩利羊，几多利啊？七利啊，喂，够唔够打啊？我唔系好想死喎，推佢落街会点咧？试下先。我哋用训练家去攻击佢，我哋唔用精灵对决。训练家对决，喂咁醒，走啊咩利扬，我咩利扬死都唔耐，咩利扬，消失咗啊咩利扬，就咁就从呢个世界上消失咗啦咩利扬 ，OK， 美纳嘅你啊，七呢美纳，我行得咁有型嘅美纳。几过瘾啊！未啦，我未必够打喎，其实，因为我中紧麻痹喎，只奇异种子点打？试下啦，美纳，去啦，美纳。好，我哋先用个藤鞭鞭落去，用鞭圆啊，用藤鞭系物理攻击，哦，麻痹咗冇得喐，使出鞭圆。诶、欸，都扣得多嘅，都 OK。用识破啊，美纳，因为麻痹冇得喐啊，哇！奇异种子喐啊，唔好停低啊！我又麻痹，奇异种子上啦、啊，唔好麻痹啊！有啊有啊 ，OK OK， 打到一半，打多大概三下都就赢啦。但系美纳应该系有撞击嗰啲技能嘅，暂时佢都系冇攻击到我啊，都系啊有啦有啦有爪啦用咯，好痛啊佢个爪。OK， 升呢啦嘛要，用个爪，哇顶住！Oh my god， 佢麻痹冇得喐，有冇嘢饮啊？有冇嘢食 ？Oh my god， 睇睇呢一局啦，如果佢用爪就输啦。哎，冇事，用咗变圆。哎，赢啦！苹果啊，我金果呢个系，呢、這个应该系金果系嘛？哦，提升精灵嘅亲密度，降低对当。哦 ，OK， 呢个系降特防嘅果实啊，呢、這个系。但有啲咩用啊？唔知道啊。
我哋成功赢咗呢个美纳啊，但系我哋得翻四滴血，所以我点样可以喺呢一个 skyboard 度令到只精灵唔使死咧？系绝对冇可能嘅事咧，除非不断打鲤鱼王啦，系啦。OK， 我哋可以做个测试，就系咧将呢一度都变成水嘅地方啊嘛，呢度成个都变成水得唔得？跟住呢个放水，哇哇哇哇，哇劲危险！啲怪咧好似会主动挑战你嘅，哇唔系啊嘛，真系即刻主动挑战，逃走，哎逃跑了，唔好同我打得唔得啊？唔想打，我啲热爱和平嘅小朋友系唔会同你打嘅。OK， 搞掂，咁就得翻呢度全部都系水啦。我哋睇下呢度会唔会生怪啦吓。呢只咁嘅老鼠，我想推佢落街啊！走啊！哎呀，死了，已经晕咗咯！我只精灵点样点搞啊？咁样，冇精灵无法战斗，咁点算啊？咁我咪玩完，基本上真系走啊！你打死咗几千只，我叫我个主人要出嚟帮佢报仇啊！点算呢？咁我依家？精灵中心嗰部机点样整啊？呢部哇咩嚟噶？要铁同钻石同埋呢个铝板啊？呢、這个铝板点样整啊？完全唔知点整哦！我冇精灵，睇下系咪其实已经玩完啦？因为我冇办法揾到铁嗰啲嘢，系嘛？好似系咁点算啊？好啦，头先咧我就上网睇咗一睇一啲教学啦。咦？点解我只奇异种子翻山咗嘅？诶、欸，系、哦。点解你会翻山咗嘅？头先唔系死咗嘅咩？系咯，啱啱咧我就上网睇咗一睇，咁啊发现到呢一支棍咧，好似掘树木嘅时候会弹到一啲树果啊，系啦，有啦有啦，呢、這个有咩用啊？呢嚿有咩用啊？唔好清楚，我见到佢会跌金果出嚟嘅。OK， 我哋又再出咗一棵树啦，然之后咧我上网睇过咧，呢一嚿嘢咧可以放上呢一个嘅树木度。之后再等一段时间咧，佢就会变晒成棵树都系会呢一种树叶嘅树嚟嘅。系啦，我哋等一等啦。然之后咧，我哋趁呢个时间咧，我想整少少嘢，因为我都上网睇咗佢嗰啲嘅有啲教学咧，佢有整唔同嘅嘢去到丰富佢个生存系啦。譬如系呢唔系呢啲咩嚟噶？扶手椅话有啲咁高级嘅嘢，睇下先啊，应该唔系，应该系用呢个睇。呢嚿，嗱呢嚿 ，OK， 跟住呢一嚿咧，好似系可以用嚟接水，定唔知放啲种子落去啊？好似系，哎系啦，大家见到啦，佢变晒白色啦呢棵嘢已经，之后你再用呢一嚿嘢去掘佢咧，佢会跌一个呢一个线出嚟，咁啲线大概大家知道系咩嚟啦？呢、這个线咧就可以用嚟整羊毛，而个羊毛咧就可以用嚟整嗰个叫做。床系啊，整到床啊，因为烂咗，我哋再整多个出嚟啦，要。OK， 同埋我发现咧嘅精灵咧系咁回紧血啊，唔知系咪因为咧佢之后会自己重生咧，系啦，佢首先自己重生咗啦，然之后再回咗一滴血依家，因为头先就系三滴血啦，依家四滴血啦已经，我唔知系佢有呢个自我再生能力啊，我唔太清楚啊，呢、這个线系可以用嚟整床啦，系嘛？啊！整吊钢同埋弓箭，呢、這个系咩嚟噶？呢嚿破旧吊钢啊！哇，咁有趣破旧吊钢，我想试下喎。我哋整张床先啦，依家羊毛，羊毛有啲咩可以整啊？遮阳伞系乜鬼嘢嚟？有啲太阳伞，有啲遮喎。呢啲咧蘑菇耳、绘画。啊！呢啲都系冇咩特別啊，整張床先啦，都係直接整張床先。OK， 咁啊可以瞓覺啦，基本上得到成就甜美的夢。OK， 誒、欸、佢變咗，喂、欸、只奇異種之變咗變翻滿血嘅，係咪我瞓咗覺啊？
可能是我瞓咗觉就回翻血噶，咁好嘅，唔使惊唔够血或者死咗咯。咁我瞓一瞓觉 ，OK 喎。我最后一定要用精灵中心添，咁样嘅话都唔几方便啊，系啊，几方便，唔需要担心精灵死咗点算啊。系啦 ，OK。同埋我好想见翻一开头头先见到嘅嗰个叫做究极异动嘅嘢啊。